他爸爸开头的，爸爸突然间说，好紧张哦。这样子吧，压力好大。今天要不要就是趁着大家都在啊，把那个事情立刻做一下。前面都让他赢那么多了，还要讲。今天初一去打保龄球，梦爸都破百，我都在维持在60到80分。哎，都随便打，随便丢，让越不开心，开心对比较重要。他妈妈就说：“哎呀，平常都是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进度。”那就这你就知道在 play 了。所以是卡在什么时候要办？卡在规模啊，对，卡在形式。这种东西很麻烦，这个要好好规划。这个问题是这样，各有想法。没有，我没有经验。没有经验，因为你聊不下去了，差不多可以收尾。我忘了，来那天就那一段我是抱着一种就是左进右出的心态，左耳进右耳出，所以我也忘了那边那五分钟最后怎么结束，完全放空的状态。所以你说我都配合了。策展我就没有意见，但策婚礼我都没什么意见，就打个花一点了。看是要巴厘岛或是流水。对，就是不是两桌就是100桌嘛，对，就是要就是大家要做个讨论。可是那天就变成说，好像这样也可以。长辈呢，你就觉得说，好啦，简单一点也可以。可是他的这个让步呢，是真心的让步吗？还是他只是一种以退为进呢？这就是还要再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是，那不是更麻烦吗？我就想一场把它结束掉，你又帮我办两场，进我就看他们俩一退一进，到底是其实 end 都几寸了呢？那爸爸最后当然就说，他们两个故意演给你看的。我就在看到底怎样。那个让步呢，是真的让步了吗？还是说他会不会有遗憾？女儿要出嫁了，就两桌。就是如果我站在爸爸的角度去想，我好像也觉得有一点遗憾。对，卡关啊，卡关就再聊咯，再约时间聊，明年跨年。